从今天开始，我对你就是一心一意，我不会再看别的女人了。我要是不能够遵守丁墨言的话，再去看别的女人，我就把自己的眼睛给挖出来。小红，我就跟你讲一下，走，别走，不要打我，别骂我，行不行？你现在不理我，我就要听我跟小红诉了。你为什么要跟他扯那么小的钱呢？你能不能下地下的什么事？他肯定有他住在家，已经是最大的宽恕了。